专业与分工是竞争力的来源，所以进阶生物资讯核心设施希望说除了线上服务之外，也能够和使用者有直接的互动。透过这样的一种互动的方式，我们希望学生物的生物资讯学者能够把问题沟通清楚之后带回去给统计和资讯的学者，让他们能够根据问题来解决问题。那么透过这样一种专业的服务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最好的结果。在我们和使用者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通常会和使用者有一个咨询，透过这样的咨询，我们可以了解问题，把我们处理的方式解释给使用者听。然后在我们回去分析完成之后，我们会再继续的和使用者做进一步的咨询，告诉使用者说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来解读这些分析的结果，然后来回答使用者的问题，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得到最好的结果。进阶生物资讯核心设施 Advanced Bioinformatic Core ABC 是为解读基因体医学所产生的巨量资讯而设。ABC 目前由阳明大学生医资讯所、中研院统计所、中研院资讯所之团队所组成，结合了生物、数理与资讯的人才，利用跨领域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癌症、高遗传疾病与传染病的问题。本核心着重于如何管理与分析大讯，以加速生物与医学的研究，包含了建立与整合资料库、序列的比对与注解分析、序列搜寻预测、基因组地图建构、蛋白质结构和功能的分析与预测、实验资料分析、基因表现概况等搜寻与分析生物性资料的必须发展领域。